后方的朋友看得到吗？哎，看得到，注意哦。能住正后方。是的。好，刚刚在 setting 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时候是心理作用。setting 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手机，然后有个朋友传来说，因为我昨天才跟他那个出去，然后就他传说，哎，我感冒了。害我现在 setting 的过程，我有一种一度觉得我是不是也有一点对，害我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。啊、嗯，小心哦，登革热。没有了，开玩笑，登革热不会人对人传染，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好，那个，因为对这个时间实在太哈扣了。哎 ，PR 在哪一间？最远的那间哦，春珠。所以大家待会是做好跑百米的准备了吗？你就扛着这台摄影机追他们，Running Man 有没有啦？哦，奔力奔力，要求不错，要努力的，就干，我就干啊，就啊，停掉，要稳定要。啊，这个超市，对啊，之类的，对，好好看哦、啊，对，就是，对啊，我觉得潮州街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要那什么，下次办一个好不好 ？Running Man 音乐节，你们连我也在跑，这样，对，超智障，对吧？好，好，那所以某种程度上，可能有些人是已经做好那个，那这样我面子蛮大，做好放弃 PR 准备，是不是？就大家说没有啊，就是待会。六点大家准时就走，大家只要听十分钟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很久没表演了，耶、yeah。然后先带来第一首歌 ，OK。写封信给你，耶、yeah。然后会唱可以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有点快睡着的状态，好 ，OK。结尾还有本大爷最帅的签名，可
我